Once human 吗 ？Once human 啊、喔？现在吗？也不是不行啊，可是 我这游戏还没破哎、欸，还是我们先把这游戏打一打、啊。现在就 Once Human，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吧？还是明天再 Once Human？ 还是明天再来 Once Human？ 我们今天先玩这个。哇，这游戏我们还没打完哎、欸，好不容易，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开局了，对不对？何老师不在玩吗？他好像是玩 PVE 伺服器吧？没有啦，我们撒啦撒撒啦，撒一下啦。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要先点这个吧，强化型弩炮吧。可是强化型弩炮要把它保护好，因为爆了太亏了，爆掉实在太亏了。我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一台吧。撒啦撒撒。哇，两个都差一点点，哭啊！两个都差一点啊！手抽十抽出鲨鱼爽哎、欸，恭喜你！哦，那你运气不错哦。哦，我决定了，我们这边直接把这里都换成那个，因为我们这边会待八日，对不对？这边是八日嘛，对吧？当地图几日啊？他都不写啊！当前地图八日嘛，所以我们应该有时间先把那个东西先升起来，顺便把科技给往上升。强化型弩炮，属托邦哦，大更新可以进攻别国了哦！真的假的？现在属托邦可以进攻别人国家、啊，这么帅啊！多做点见识。木头，这里完全没木头哎、欸，八十多，我们只能自己种了。要再加一层吗？会不会垮？一二三，可以吗？会垮吗？会吗？上次说到蚂蚁。老大那个药真的有效，蚂蚁都发疯死光，还会攻击自己人哦。这么夸张？蚂蚁会攻击自己人？所以这个真的蚂蚁要利用它的机制来对付它，你用它的魔法来对付它。那这一格还要放吗？还是把这个往上啊，让它变平台。我们把它往上盖看看好了。种植用两层高就行哦，哦是吗？两层高哦，可是都已经盖了。好，两层高是吧？树也是两层高就行了。OK， 因为这边已经盖了啦，这边也没办法动了。好，我们等下换那个，它不是有一个新的那个吗？这个，这里这个吧，石头防御墙吧，把它换成石头版本的。OK， 这样 OK。哇，好多石头、哦！哇，幸福呢，还有马铃薯，马铃薯能吃的吗？老大，这款推荐是现在入手吗？还是再等等？这款推荐现在入手吗？推啊，推啊，肯定推的啊！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啦，但是它现在还在 EA 阶段，不是吗？就是如果你要玩更完整的，你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它目前还在 EA 阶段，没有闪光点哦。哇，我们只有一个闪光啊！我想要。再拿一个来盖这个，再盖这个炮塔吧。强化型弩炮真的蛮强。那这边呢？这边要盖投石机吗？还是怎么搞？有什么想法？看一下，投石机要盖上面还是盖下面啊？
因为看它这个射程蛮高的，可是它其实距离很短，距离相当短。嗯，犹豫啊，有点犹豫啊。上面吗？盖在最上面了、喔。OK， 反正就先把这边先全部挖掉吧。这里一路挖到这边啦。硝酸土有，反正有八天时间慢慢弄。注意哦，后面上方哦，后面上方，你说盖到这里，可是它距离很短哎、欸。你这边投它大概只能这样子而已哦，它大概就是只能砸你这个东西的上面而已，砸不了太远，对吧？没什么意义吧？感觉好像盖前面一点点啊。哦，这么多。哎、欸，有了闪光点，漂亮！只能在前面，我也觉得啦，就是弄到前面这边吧。到时候把这个塔盖起来的话，就可以放到这里啊。然后一口气砸一堆，或者是干脆不要投石机了。因为投石机其实我觉得不如直接盖加农炮，加农炮要火药嘛，我们就是只要制作火药就行啦、啊，对吧？加入少量的火药。而且它射程超级远，然后火药的话是在这边，哦、嗯，这个挖掘的二等，挖掘二等就有了。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石头可以制作火药，能撑过去就好。对啊，我觉得前面只要能撑过去就行了。种树吗？还是先种玉米？放在他们会走路径上会开趴啊？这么狠的吗？虐待蚂蚁。OK， 有了。那我们这边我们先点石墙，还是加农炮？石墙？加农炮？啊，加农炮要铁，那也不能用。那好像先造石墙比较好哎、欸，因为加农炮它需要额外的铁。分解，分解，分解。建筑解决了吗？目前解决了，已经有解决方法了啦。快快快，闪光点在这里，一堆石灰堆。嗯，目前看起来还行。吉娃娃之歌有用吗？拜托来了，晶片来一个，是吗？是什么？啊，又是岩石啊！吐了。分解，又是岩石堆，敢不敢来一个稳的、啊？都是这些啦，因为这关本来石头就很多了，对啊，都是岩石啊。太多石头了啦，无法在室外使用。哎、欸，哦，直接变室外空间了。哎、欸。非常镀一下这边室外嘞、欸，哎、欸，还有这种事情？没关系，我们直接盖石屋吧。石屋的话，只需要石材就行了。石塔 ，OK， 稳哦。哎、欸，怎么去挖这个啦？这个不要挖。楼梯好像不用木头，对，楼梯其实不用木头、欸，哎。好，可是我们现在让石头过剩，太多
太多石头了啦。Too many stone。哎，这个先盖啊，要干什么？盖一下吧。现在盖一下吧。啊，人嘞？插满城墙，可是地板有时候爆炸、啊，它这个地板被炸掉的话，还是一样会垮下来。所以你盖太多没有用。它中期开始会有那个自爆怪，那自爆怪有点麻烦，超级麻烦。石炭堆。少了一个傻啦傻傻，少了一位是不是？哎、欸，下面有铁矿。哦，下面铁矿那么多，哇，大量铁矿，踩一下踩一下。八天，时间应该蛮够的啦。生产线，完了，现在食物也不够了。需要四倍数吗？没有，他这已经三倍数了。OK， 手摇转没了吗？快快铁矿！哇，这么多！哇塞，超级多铁！哎、欸，我们应该把铁给研发出来才对。哇，这边削烂了，铁超多，整片都是。而且又有一堆碳，我看到另外一个闪光点了，这里闪光点对不对？快兄弟们挖起来，科技攀起来。那等下先造熔炉好了啦，先把熔炉弄起来。完啦，柱子开始紧绷了。是不是该插一根新的柱子了？插在这里，双柱子，缓解一下它的压力。插一根石塔吗？先这样，有吗？这样重量有平均分配吗？应该算有吧。双柱子到时候可以先升级一个，可是下一个等级就要盖石灰啦，石灰石啊。哦哦，颇紧绷哦，颇紧绷哦，老哥，颇绷哦，有点紧绷哦，紧绷。快！铁矿，铁矿，铁矿！我需要更多铁矿。哎、欸，金矿堆！哇塞，哎、欸，都有哎、欸，应有尽有。那这石头别挖了吧。哎、欸，这边啊靠，要闪光点。哇塞，这里肥烂呢、欸，这张地图肥烂，难怪要给八天。而且一堆马铃薯可以吃啊。哎、欸，感谢吉尔加纳，感谢。先造熔炉吧。有啦，让我们今天其实进度会比昨天快很多欸。而且我们的物品栏都满了，怎么办？储存区域。这样是露天的吗？可以借由仓储让物品烂得比较慢。对啊，开局就超欧啊！我们现在第三张图而已、欸。我铁矿挖很久，那这边都先不要挖。啊，不行哦，我们这边是要去挖那个闪光点的。
这外面的会坏掉吗？好像没有哎、欸，这样不会坏啊？这样不会坏吗？安全的吗？哎、欸，闪光布挖吗？要啊，要挖，要挖。农田没有对齐房子，没差，农田不用特别对齐啊。他怎么不种玉米啊？我人手不足了吗？哦，没有特别去做农业的，连盖房子都不够啦，而且这个我们的硝石也太多了吧？硝石大爆满啦！这个地方有可以上厕所的吗？目前没有哎、欸，怎么办？想找个地方放个仓库。哎呦，再盖再盖再盖了，反正就是铁吧，铁要先弄一弄。有铁之后，我们可以先做铁制的柱子，但是铁制柱子其实它的耐久也只有哦，强度只有600而已。混凝土柱子是720。对啊，混凝土它是用水泥嘛，水泥的话是石灰石我们目前有24个，其实不多啦。维持库存，烧个50个吧，快开烧开烧，煤炭很多吧，铁矿烧一下烧一下，呜呜呜。看起来柱子健康度还蛮高的。进入到热兵器，对啊，我觉得这游戏也是靠晒游戏耶，你运气好，前期就可以直接进到热兵器了吧？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准备戳大炮了，先把这个先弄起来，然后大家可以弄大炮了。对啊，洛格好像都是这样类型，这是什么东西？石炭的矿脉。石炭矿脉啊，还好，先别挖了。碳我们石炭我们到现在没有很缺。这里还有闪光点啊，挖一下挖一下。底下还有，哇，幸福来得太快，幸福来得太快了。钻石，我们来得及挖到钻石吗？8天、啊，这里也有哎、欸。钻石哎、欸，要不要先研究炸药？可以炸破坏平常无法破坏的东西，黑色火药，要吧？我等下來研发这个。在干嘛？温暖的阳光。我觉得这边可能要插个灯啦。什么声音？石块板被破坏了啊！石块板被破坏，哪里？哦，这个吗？怎么突然自己破坏了？其实好像也没差了，算了算了，把东西搬一搬，搬回家。啊，挖穿了没？这是什么？变质的土，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岩石哦，可以挖80个石头。石头有缺吗？石头110个，石头很缺。说我们现在110个石头很缺吗？还好吧。啊，这边这个柱子歪了、欸，哎，这柱子其实不应该这样粘着的，到时候我们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这个东西到时候把它拆掉了。先暂时这样放着，到时候把它拆掉。我们先攀科技为主，我觉得基地先不要管那么多，能现在堪用就行了。后面的话再考虑要把那个基地做提升啊。OK， 其他的矿脉我们大家都先停挖，我们全力先挖那个钻石。钻石可以弄什么东西啊？钻石鳞镜
可以用那个雷射加农炮，使用光束射线雷射武器，然后用碳来发电，用金属可以用来储存电池，还可以制造防护罩、中层防护壁，然后使用电力作为光源，散发出强烈的光芒。风力发电机、太阳能发电机、大型防护壁、太阳能发电机，只要金欸。那其实我们感觉可以赶快研发电力，就可以做那个光束炮欸。对啊。请问这是霍皮格华兹的改版吗？也不算啦，也不算。发现了岩石，怎么又是岩石啊？四十算了吧，我不想挖这个。哎，石灰石可以挖啦，石灰石可以挖一点回去。拜托给个遗物吧，钻石。要拼吗？要拼吗？一路拼到钻石区。拼哦！可是，一堆金属没把它带回去，其实有点浪费。发现了金矿矿脉，金矿矿脉哪里啊？哪里？这个吗？金矿矿脉这个没看到啊。会了。会了会了，来，不然来不来得及采收？这是一个大问题啦，确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哇，仓库都满的啊！仓库超满欸，哇，幸福来得太快。食物都没地方放了。食物剩多少？食物剩下 一碗而已啊，剩一碗食物了。梯子左边有矿脉啊，这里啊。我想，我们换个方式挖。物质被打坏吗？不知道啊，不知道，现在完全不知道。箱子有没有更大的？后面好像有可以盖仓储的东西，但现在还弄不了。钛板块有吗？有仓储可以用吗？机器人工作台可以用来制作更精密的道具，但需要花电力。金感觉很重要欸，因为后面的高阶科技基本上全部都要用到金。箱子啊，完了，时间又不够啦。我们是第几天来的？第十五吗？我这边打到会消失哦。哇，那怎么办？再盖一个仓库，还是盖一个石塔保护它？盖两座石塔保护它，我是怕底下撑不住了，等下又要倒了，待会要垮下去。在哪里？我的工具嘞？手摇钻哦，这边。快快快，速度速度！我们目标至少挖到钻石啊，其他的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打被打掉变露天拍卖啊！拜托不要垮，拜托了，别垮别垮，好不好？这都是已经是我全部的夙愿，就是拜托不要垮。主播可以用带劲的音乐吗？啊，没办法，音乐就长这个样啊。我要用的话，到时候又有版权音乐，有点麻烦。没有铁镐怎么挖钻石？有啦，我们现在有铁嘛。
我的天哪、啊，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折磨我？我都在近在咫尺了，你要这样封我的门，这样对吗？我就不相信了，我偏要下去。快，没地方好挖啦，你们就剩一小块啦。集中一下火力啊！欸，好像只有一颗土而已。那这样就直接挖下去就好了。行不行啊？等一下，我火把无法在室外。两颗木头，我看一下我们剩多少木头，剩四十多个木头。我跟你讲，我们插几个那个好了啦，增加它的速度。好、啊，这游戏有阿拉花瓜的怪吗？有，但是他应该会先撞前面优先，比较不会直接撞后面啊。哎呦，稳哦！看一下，观察一下，还行，橘色而已，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橘色，橘色。目前还 handle 得住。现在的 BGM 不是马塔巴塔吗？还是我耳朵出问题了？耳朵出问题了。进呢，进呢，进呢。哇，金矿好难挖哦。植物、蔬菜还够。我看一下啊、哦，我们等下又快升级了。先做炸药是不是？黑火药嘛。还是要直接先升加农炮啊？物资有重量吗？物资好像是没重量，应该是没重量。然后第十八天了，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干！啊！谢谢老大，我电击队刚刚抽到插头部了。我只差我角色的专武就完整了，好舒服！现在真的是要电的敌人不要不要。恭喜你，但我现在也要不要不要了。现在的我也不要不要了，完蛋啦！建筑强度不足，可不可以先帮我一个忙啊？你先帮我把那个超重的东西先处理掉啊！好，有了。OK OK， nice nice。哦，黄色。加农炮先做吧。会垮吗？不会啊、哦、，OK OK， 啊，这边也换一换好了啦，这里也换一换了啦，好硬 哦， 哦，我们要玩那么硬吗？给你给你给你钻石，钻石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了，就在你眼前。Don't stop music， 给你给你给你，有钻石啊，削烂啊。左边柱子也换一下，有了，我正在换，正在换。是缺什么啊？石头我们有啦，石头十五个，石材我们有，还有七十一个。铁呢？铁哦，铁剩下一而已。没事啊，等它烧一烧。那有没有人可以烧个铁啊？才二，哦一颗，哦一颗，这一颗得来不易耶。是我们没有铁矿了吗？铁矿有四十四个啊，这季不赚，整季白烂。三小消石，现在我们就是要点这个科技，把消石先弄出来了。人手不足啊，人手不足啊。
这边用来储存食物好了。我看一下啊、哦，关闭，然后食物，这样吧。食物储存量也不足啊！靠腰，给你啦！哇，底下钻石超多哎、欸！哎、欸，这个有没有20颗钻石？应该有吧？这样挖一挖应该超过20颗。可以做钻石装了、哦，可以做那个钻石的装备啊，钻石的科技啊。钻石的话，近程防御系统，这个好像也只要铁就行，铁跟金嘛，金我们有了，要烧啦。钻石、金锭的话，好像也要用这个特殊的熔炉才有办法烧出来，电炉啊。嗯，钻石呢？钻石还有什么用？电烤炉、炉灶。钻石有什么用啊？火箭炮、电子元件啊，电子加速器啦，这个啦。主播不是休息吗？啊，我休息什么？我休息什么？没有啊，没休息啊。钻石可以做唱片机。光电加农炮超需要钻石的，现在我们铁也没有很够哎。切磋分野全年无休、哦，快了，已经快全年无休了，想休也没得休啊！快啊，钻石挖太慢了啦，可不可以全体下去挖？这个挖完了没？啊，这个挖完了。拆了，拆了，拆了。OK， 现在金已经挖完了，我们总共收集到了52个金锭，52个金矿，还要烧成不知道哪。每天工作四小时也还好啦，晚安，先睡，晚安，晚安。啥时去日本休息一下啊？看状况吧，最近也比较难啦。我其实也是蛮希望说可以去剃头，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是比较困难一点。可以吗？哦，全部都已经探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七八九三十三一三二。32颗啊，这一台需要2颗，然后太阳能就点不到，我们可以先烧煤炭啦，大家可以先烧煤，要不要？我们直上了啦，冲了啦，要不要？要吗？直上啦，基本要找中子通，我又不是要去那边寻花问柳，我找他干嘛啦？对啊。我看起来像是要去寻花问柳的人吗？多盖几个锅子哦，把全部人调成料理会不会好一点？我想要等下直接跳这个科技、欸，跳这个炉灶科技，这个炉灶比较快，不然这锅子煮太久了。还要顾，还要顾，你看这个还没人照顾。这个未来我看到直上之后就直接，大家懂的。懂的都懂，不会啦，没那么惨吧？洗得清，洗得清什么东西？不太懂什么叫洗不洗得清？马场里面，然后兴奋大喊哦，那确实哎、欸，确实是有可能。铁柱，现在没有太多的资源啊，哇，来了。完了，来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挖完呢、欸，完蛋，那怎么办？放弃了吗？
我们最晚到呢？到什么时候啊？挖到底哦，不行不行，可能到中午就要赶快先撤离了。十二点前要跑，先存档啊，因为它一坏的话是整艘船同时一起坏，那个很可怕。我感觉要先撤了，看看看看安安啊，算了，这颗挖完我们就散人了。好啦，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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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钻石很久远，一颗就破产。弄一点木头吗？煤炭，这个煤炭蛮多的。0.5 7天，去弄点木头好了、啊，木头好像快没了，还是直接就上煤炭了？这个吗？石头、煤炭跟铁矿，铁矿只有一耶，好像这个会比较好哎。那直接出发咯，我看一下，这边是五天、四天、九天。哦，电子零件。哎、欸，这边有电子零件，那赶快走这个好了啦，走这个。各位撤离了，哎哎哎，钻石啊！哎、欸，不是，好歹捡一下吧。我看都直接不要了，是不是？直接不要啦。啊、哦，好吧，好吧，好吧。好帅啊，很帅、欸，这样远远看超帅啦。下班最重要，对啊，少捡一大堆哦，我的天，我们只捡了18颗。老皮是一位被小画家艺术学院拒收的人。所以他准备让卡戎帝国崛起，但红色的怪物不想让他崛起。红色，而且来自东边，是不是？有酥酥的感觉。难不成是？哦，哦，这个伤害可以哦。欸、打准一点，打准一点。哎、欸，感谢张博。17个月的 I O T C Gift Money。看看呢、啊。祝今天生日的皮粉生日快乐吗？啊。哎、欸，祝今天生日的皮粉生日快乐，7月10号。莫斯科。莫斯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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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哈哈哈哈！哎，好像还差两个铁。有吗？红色东方大国。那你就把那个画面颠倒看不就好了吗？召唤哪一个？挖掘，三只挖掘哥太多了啦！会铭记这一刻伟大的胜利，需要为此创作一首《方舟保卫者之歌》，保卫我们伟大的舵手皮总出境。什么啦？嘟嘟嘟嘟，好像这边可以拿两个。拜托让我抽一支烹饪强化的吧，看一下还有什么啊啊，农业啦，农业强化的，来一支农业强化，来了来了，拜托了，农业强化有没有机会？科技点单一点。怎么又是挖掘？嘿，哇塞，太会挖了，不行了，可以哦，
也不是不好啦，但是就没人管你内政啊。OK， 守住了。然后那这边的话怎么办？先搞这个吗？先搞炉灶吗？先用炉灶吧。没东西吃啊，饿啊。哦，种族固定的哦。那我要去哪边还可以抽到会加那个的？炉灶。照这边吧，全选。OK。啊，为什么这一格都不放东西啊？哎，别顾着吃啊！啊，他刚才是说这一关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我要怎么看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每次进到这边来都看不到这个地图有什么，你就还要先记耶，好麻烦哦。我记得好像是矿石特别多嘛。要吃灰了，没事，吃就吃啦。食物现在有点缺。要熔炉，哦 ，sorry， 差一点食物就要真的要吃灰啦啊！这个炉灶啦，哎呀，炉灶，还好，没事，稳的，炉灶。给你，这个闪光点先看一下。钛金属，这关就有钛金属了。不过这关的目的是要先挖铁矿吧？他说这关的铁跟煤炭有很多，其实是缺氧二代吗？应该算吧。我有没有办法做这个往下掉的建筑物？可以吗？这样有办法吗？无法放在此地带。有办法吗？像这样，就做个像那种篮子的地方，有没有？可以这样爬，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垮、啊？试试看，如果不行，我们大家把这边强制拆除，好不好？我们试一把嘛，不亏吧？试一把不亏吧？哦，大量岩石，好诶。啊，我的装置呢？这边。哦，80个诶。啊，请问铁矿在哪里？是不是有东西发光啊？有点可怕哎、欸！还需要用到岩石吗？可是这个加农炮不是需要很多石头吗？他这个大炮是要拿石头去戳的啊！他说什么用石头制作的？需要黑色火药配石材啊，有重量超载的建筑物，不行吗？不行吗？换石头了可以吗？这样又行了、欸。还是说，只是因为这边这个木头还没放上去的关系？这样呢？
还是一样，强度不足。哦，可以，好耶！又多个仓库了，是啊，原来可以这样弄啊！学到一招了，这个悬吊系统，这我们可以悬吊一堆东西在下面欸。 学到了，各位，<笑>原来还可以用悬吊装置，哇，这游戏挺有意思的啊！里面没有地基哦，要多盖点地基，加了膨胀，对啊，我们跟那个二舅妈借的膨胀螺丝啊，算是防火向外推还是阳台外推？ 阳台外推，临平好不好？临平米啊、建设这个小屋啊，给一家四口居住。我们这一集也不止一家四口，一家七口，太多口了。建议整座迪士尼乐园，这都没铁矿啊，不是说有铁吗？ 铁在哪里？没看到欸。完了，我现在连火药科技都点不出来。倒是把铁矿拿出来给我看看啊。OK， 我们大家直接用炉灶吧。 因为看你像你隔你家隔壁邻居盖违建对不对？老皮安安昨天吃了汉堡王的双层国王大鸡堡，下巴差点抽筋。双层国王大鸡堡，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小麦36个，烤马铃薯，马铃薯库存50个，面包也50个。 OK， 需要拆一根火把吧。OK， 完美。<笑>不是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很荒谬，我不知道为什么，<笑>超级荒谬，真的荒谬。 变质的图啊，这边有一点小部分铁矿，超级小部分铁矿，太少了啦！那怎么够用啊？石头挖太多了，需要改建哦，帮你家改造是不是？不是，我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这边的话，我不还不知道怎么搞会比较好。 我是觉得我直接先冲科技比较重要啦，我们先把这个黑色火药先做出来，不然没有大炮可以用啊。哦，有了吗？注意哦，火药调制台，火药调制台，加农炮嘛。 库存维持个80个，哎，感谢香酥脆鱼，感谢你。好，快火药调制台，我们现在进入到火药时代了，多盖一台，还是盖在底下。 看一下，啊，这个交换好了，这样，然后一台放底下吧。只有一台不用那么多，我要盖两台啊。它射程超长，你看它射程超级长，所以这个盖两台伤害，它伤害也不低啊，伤害有一定的伤害可以用，算蛮不错的。
怎么只有一个铁？不行了，这个世界都在骗人。就像是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上面写"14/2"，结果你进去里面发现，它居然是那个小那个什么啊，什么神偷奶爸是不是？第四集啊，不是14/2啦。 史特，史特，哈哈哈哈，告别史特三小啦！哎呦，受不了了！史特2，重点还是印度宝莱坞拍的，完了。 干净又卫生，不是没有铁矿啦，我要铁矿才可以升级哦。铁嘞，吐了，真的是吐了。算了，多花一点石灰石吧。好，生产火药维持个50个、60个。 80个好了。你一下子神偷奶爸真的引人遐想呢？为什么？我这样怎么引人遐想？还好吧 ？Why？ 钛矿，总算可以把那硝石给消掉啦。太多硝石，整个影响到我们整个基地发展。我看一下啊。 有谁可以制造？目前只有这只红色的是擅长制造跟烹饪，还是我们多挖一只去制造啊？啊，帮忙制造一下。我们现在缺乏火药，反正这边没什么铁矿可以挖。我个人觉得。 悲哀莫过于啊，莫大于心死。我现在心死状态了，无所谓了。我看那个钛矿能不能挖到啦？这是什么？结晶化土壤。搬运的人去制造，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让他去搬，因为你搬运的人去制造的话，这样会有个大问题，这样会出事的。 到时候他挖出来东西就没搬，像刚才那个钻石满地嘛，啊，没人去搬啊，啊，没人搬不就完了吗？哎，我们的食物怎么还是缺的？我已经疯狂了，在煮了，为什么还缺啊？哎，他们永远没吃饱过。哦，这个很难挖哦。 没事，就是找个特殊采集队，专门去采这些东西。爸爸，我好饿，不饿不饿，饿鼠就不饿了。木头还剩下5个，完了，要没木头了。煤炭还剩下11个，13个。石炭堆，那他还在挖点炭呢。 先多挖点碳好了，感觉碳后面需求也蛮大的。给你，给你，给你。钛呀，钛可以干嘛？我看一下，钛的话，大型防护壁生产器，可以盖防护罩。 小型的话是要用金，那武器类的话有什么需要钛？镭射加农炮这个需要钛，临近光束，每次发射都会消耗一个临近光束。镭射加工台可以进行精密加工，会自动运作，但需要电力。所以我们只要有5个金加1个钻石，还有20个铁，就会有不需要人操作的工作台了吗？是不是？
对啊，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弄一个工作台，他自己会做东西，只要材料送到，他就会自己制造了。这样感觉制造的人不用太多哎、欸，搬运的人反而要多一点。五发弹药，现在十炮有20发。有了有了有有没了有没了哦没很多没很多，这木头真的快消耗完了，为什么是消耗木头啊？等一下，你们这边燃料是消耗什么啊？你们是消耗什么燃料啊？你不是烧煤吗？你不要跟我讲你烧木头哎、欸。火药时代变现代啊，来啦！原来在这里啊！我想说，这里面不是有很多的这个铁矿吗？原来没骗人啊，都在这边。那你还是继续挖你的钛。这个钛，我们是必须要取得的啊、嗯！为了咱们祖国的繁荣。为国争光，为您点赞。哦，踢着木头，哎、欸，踢着木头吗？这刚才怎么都不需要用啊？不是有人刚才讲说梯子不用木头？路，对啊，刚才不是有人说不用吗？那这样我们还要再盖采集木头的咯。看一下下一关木头啊，刚好下一关是木头跟电路板，是不是？那个绿色不知道什么东西。祖国的繁荣都快被淹没了，那没办法，集体共业，集体共业。咱们好歹也是花了80几亿，不是吗？对吧？80几亿 RMB， 怎么可以说祖国的不是？你们这些人企图颠覆啊，咱们祖国党对我们的照耀啊，对，太久一点点，这实在是不可取。卢家凑，不是啊，那个真的蛮夸张的，这怎么？就是我那时候看他那个影片，我自己觉得是有点扯啦，就是为什么会是拿那个？车子去灌那个溃堤的，只好用卡车联系祖国的繁荣了。滔滔江水无法冲垮我们的信念。确实，应该是跟利比亚学的。我在想，利比亚玩了《红色警戒二》里面那个。明天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之前是刚好那时候是哪里啊？台湾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溪吗？大家知不知道？就有一个溪嘛。然后那时候它是刚好台风天有大暴雨，后来就把那个山上啊，然后河床那些沙子嘛，就是说那种碎石，然后就往下，就是比较小的碎石跟沙子往下冲。然后它冲的时候，就直接把中间那个沙洲啊冲穿掉。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有人说，是因为他那时候水流量不是很大嘛，然后你细沙或是说这种比较小的东西，会跟着水流变成是那些像刀那种切削的那种刀一样，有没有？就是会直接把中间的地形给弄穿，就是你的那些原本稍微硬一点的土壤什么的，会就变成像有点类似像刀子一样，因为它里面单纯的水其实。你面积很大，就是只有推嘛，它就是压力嘛。那你如果加，就可能像泥石或者沙石的话，会变像切割机一样，对啊。那我说，嗯，那他那边抽沙船，然后在那边抽，旁边在那边一直喷，这个不是会把下面弄好的那些东西越弄越大洞吗？怎么感觉怪怪的？那感觉有点怪怪的。对，就是这样啦。对啊，水刀也是要加一些碎颗粒啊，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切割钢板的高压水刀也是加金刚砂、哦，就是这样啊，所以就很无言啊，就超级无言的。台湾之前好像花莲还是哪里，不是有一次也是有那个怎么讲，就是怕那个土石流、泥石流嘛，他们是拿那个组合货柜啊，然后加沙包，就是用沙包里面就是堆那个嘛。我想说，如果要喷沙，那为什么不弄几个袋子？你就弄几个袋子去把那个沙石装起来，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啦，因为毕竟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有没有人对这东西比较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遇到这种情形要怎么做比较安全？对啊，才不会发生像这个越弄越糟糕嘛，对不对？原本可能就是哎、欸、还好，然后就一弄了之后变成是超大规模灾害。车子冲不走，倒下去泥沙要被冲走，所以要拿车子去挡溃堤。啊，可是你要弄沙子下去，你要拿那个啊沙袋啊，你拿袋子把它装起来再丢下去，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固体了吗？然后再丢一些石头啊，这样。我的。第一直觉想法啦，这个我当然也不知道这东西这样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真的就是人没了就不用防了。从小我们看到那个什么台风来，不是都要堆沙包啊，干嘛的？所以应该第一直觉想说就是，哎、欸，有那个沙袋、沙包把它堆起来的，对啊，让水流慢慢造成小幅损害，没有吧？真的假的啦？你说造成小幅灾害这样，可是我觉得应该正常应该不太可能会做这种事吧？对啊，你做这种事情不是还要负担政治责任？应该不太可能吧？要够重的石块啊！嗯，大禹治水啊，不要回家就不会发现淹水了。别说啦，台北都淹水啦！台北市都淹水啦，您还真别说啊，台北市今天水乡泽国。不过台北是只有哎、欸、哪一区？信义区哦，信义区淹水而已哦。那也没办法，那雨如果太大，可是怎么会淹水啊？不是已经很久没淹了吗？高雄，对啊，怎么会淹水啊？有没有知道的观众？内湖也淹了，苗栗国也淹了，盆地板就容易淹。哎、欸，雨太大，突然大雨。我之前那时候去那个基隆，然后骑车回台北，刚好那时候雨下大雨嘛。啊，那时候我载我女朋友，前女友，当时啦，前女友。然后我们经过台北那时候就是。哇，那个水超大，水大概淹到半个轮胎吧，就是那个机车的半个轮胎，然后三不五时水就会溅上来，我就超怕。老大，你有看过伟大的党友负过什么责任吗？他们是在指引导路。我就超怕灌到那个排气管里面，那个摩托车如果排气管进水，应该爆炸吧？陈小姐吗？没有啦，没有陈小姐啦，他们在指导路哦、喔。对啊，那时候淹水就真的是淹蛮大的，不是母胎单，我没有，我交了好几个女朋友，好不好？你不要说，不是同时，我是说分开，分开有交过好几任女朋友。胖图 ，Bible jump， 渣靠杯，分开交往。不同时间点，一次只有一任，好吗？没有一次有好几个脚踏的，没有。我这个对这种事情很敏感的，我可能做这种事啊。怎么叫我爸爸的观众就可能？不可能。分开是把女朋友分得很开，叫分开吗？看。你就搞哎啊！你想搞，你最棒了，你100分。那怎么办啊？那这边这个石块也要加固哦。
因为我想要这边再多做两个农场，因为我们现在人手比较多了嘛。那这个太清楚。时间管理大师也是一次一个女朋友懂了。懂什么啦？等下去挖这个电路板。应该可以先搞那个电了吧？可是这个电颇尴尬，现在我要怎么烧？烧石炭哦，需要碳才可以产生电力，可是没有电池啊，怎么搞？我们现在要造一间专门去用来储存电池跟电力的地方。一个时区一个女朋友，所以总共24个比例是吧？没有啦，不要乱讲话，24个比例耶。是就是一个，好吗？我算蛮专情的了吧？我觉得我算很专情的人欸，就是对我来讲，就是，除非真的分开，不然我是不太可能会去什么脚踏几条船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对啊，纯爱战士吗？也不能讲纯爱战士吧，就是责任心吧，我觉得，就责任心吧。对啊，我说除非分手啊，不然我不会去考虑说什么哎、欸，交很多个同一个时间，或是说明明在交这个，然后去想别的女人这样。我最专情33岁了，只有一任左手 ，Fibre Thumb。你还有右手，你不要骗我，明明就两任，左边一任，右边一任。一个时间只有一位，但单位是小时，在哭是不是？没有啦，就跟你讲说，跟你讲说不可能嘛，你不要那边瞎猜。我觉得把这边全部换铁柱好了，还可以再往外延伸吗？后来可不可以往外延伸吗？哇，木材这样64个，哦，一排树这样就64个木材了，那这样好像够啦，这样够了、欸、我觉得可以再多盖几个工厂，或这边盖个发电站吧。对，这话题好沉重，没有沉重，就你们那边加油添醋才沉重吧？明明就很正常的，你们那边加油添醋，对啊。就很正常的话题啊。看一下这边呢，马铃薯，把挖一点啊。下盘负重，没有啊，就是那时候刚好就是去基隆玩嘛，我跑去那九份。其实九份，我说实在的，跟情侣去九份还真的不知道干嘛，因为九份情侣过去颇无聊的。我觉得九份是朋友一起去可以，但是情侣去那去九份逛，真的不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你要去的话，它周边也没太多可以顺道过去玩的一个地点，对吧？就只能就吃啊。吃，然后看个风景没了，所以分手了，就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故意紧的事情了，可以去放天灯，天灯跟九份没有关系，你讲的是那个平溪，我也去过，好不好？那跟九份哪有关系？到处被乱加的哦，差那么多。九份呢、欸？九份就是那个在那个悬崖旁边，像神隐少女那个叫九份，然后上面还有那个金矿博物馆啊，进去里面可以去摸那个金，有没有？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拿指甲去抠，看能不能抠一点回家。但是说实在，怎么可能让你抠回家？哇好哇好棒哇，这里热死了，等等去超商好吗？你有抠过啊？有抠啊？你有抠出来一点吗？那你可以去做那个美甲，然后那个美甲用那个
钛合金没解啊，就去那边刮，好不好？可以刮一点啊，说不定啊，嗯，但最好不要这么做啦，到时候你被抓，就不要跟我说是你做，哎、欸，是我什么什么，是我教你的，赚不回来，那肯定赚不回来啊，那很臭，先不要，因为那很多人摸过啊，它有消毒吗？它有没有消毒啊？就我们要想说那个东西那么多人摸，我是没去摸啦，因为我感觉超级不卫生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摸那种东西。可以跳下去，有机会拿到绝世武功。干、欸，来不及了，算了算了算了，出发出发。对，九份我觉得平日去也是 OK 啦，但是情侣去的话，就真的不知道干嘛。对，真的不知道干嘛。来了吗？我们守得住吗？各位，很多，可以吧？欸，很稳欸，我发现这个其实蛮稳的。哇，射程这么远！哇，这么强的吗？卡弄有点厉害哎、欸！哇，绝对防御！这个好像会爆炸是不是？哦，怪物正在接近中。哇，大炮王！哎呦，有料啊，可以啊！导弹更强啊？导弹吗？你说这个飞弹吗？火箭发射器哦。它需要铁，可是这个导弹没有那个诱导元件是有办法射的吗？但要用劲了，快快快，补一下补一下！哎、欸、哎，两、欸、发 miss， 不要浪费，弹要有限啊，弹要有限啊，不要乱射啊！东方巴别塔之称。哦呦，狙击！哎、欸，怎么射那么远？完了！手动射击，来一发！哇，直接拆家！来一发！靠腰，哦，他死掉了。来一发！Nice， 那就知了。来一发，哎、欸，可不可以射准一点？第三波，还是不能造吗？抱歉，打天空啊！哦，好多、哦，这不会是来自爆的吧？完了，完了，完了，这么多！好像自爆虫哎、欸！不要啊！第三波，第三波，快守住了，快快守住了，来一发！哎、欸，感谢预言差兵，感谢。看他们这样打到我弹药，我就心很痛。都是树木啊，都是消死啊！OK， 看起来很稳，目前看起来还算稳。那请问这个地方，地方感觉啥都没有啊？
感觉什么都没有哎、欸，所以当军火商超赚，对啊，因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不是讲假的，好吧？我们先做电池，不是电池要金锭靠呗，金锭的话，哇，一等两等，电炉。 我的天哪，怎么搞啊？要金锭，那空间还在往上加哎、欸，这是有办法的吗？我看看，这样呢？如果我们这样子呢，旁边多加一排房子，有这样是有没有办法的？我们看看，像这样。 这样，有搞头吗？别太长哦！我想要旁边直接加一个大房子，<笑>我这样会很贪心吗？我们是贪心的人吗？法国战神就说过了，最需战争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钱跟钱还有钱，没错，你说的对。 你赌站会出事情啊！啊，垮了再说啦。先把那个42号混凝土先弄出来，还是要先把铁先弄出来。我就先弄这个铁好了啦。先弄什么铁仓的？盖好再申请观光界就不是违建了。 没差，反正哦，如果有人要我们拆迁，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建筑会跑啊，就跟那个房车一样啊。那房车抓不胜抓，对不对？我们会跑啊，他抓不到的啊，那没办法抓的啊。那他没办法抓我们的。OK， 先这样子吧。哦，这边有一个、欸。他们说这边有电路板，电路板是指这个闪光点，是不是 ？YT 开始推波尼马卡巴卡了，好可怕！<笑>你可以把那个推键关掉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现在已经加装了这个边边的要塞，看它这个会怎么样。这边目前还是已经变黄色了。跑不动就拉创意布条，挡在对方面前抗议就好。祈祷人家多少讲人权，对方不讲人权就把屋顶的大炮搬出来。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没问题。 发现了岩石啊，这边呢？陆地航母的概念，嗯，看起来没问题耶。那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这样咯？可以吗？可以的吗？可以吗？ 这样吗？<笑>皮尔的移动城堡啊<笑>！好，我们来试试看。我觉得感觉可以啊。Try it, try it， 试试看嘛。反正我们现在铁矿也变多啦，增加了一些铁矿资源。发现了不会动的手表，哦。
哦，我的采集装置嘞？哦，我的采集装置去哪里了？没了吗？哦，这边可以啦，就是要这样子，要倒不倒的，看起来特别帅啊！跟那个比萨斜塔一样，高速运转小飞轮，压不住棺材板了。 我想一下，这边再往上加呢，可以吗？<笑>这样是可以的吗？<笑>可是这样好像打不到哎、欸，感觉这样子吧。 强化弩弓，哎、欸，我们刚才拿到是什么？能量转换模组是不是？没有吗？该不是有挖到一个什么转换模组？啊，微型飞轮是干嘛用的？微型飞轮啊？哦，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把炮往前移一点，对啊，我们可以往那边移一点。嗯，赞哦。<笑>要这样吗？大型住宅 ，OK， 我们试试看吧，反正真的垮了再来想办法。 还有13个。哦，圣经哥，会不会敌人从后背来哦？没有没有，目前看应该是不会。可以吗？好紧张哦。 我现在超级违建，超级留违建。那超通提示再把这个都给拆掉就好了。对啊，说的没错，不要自己吓自己嘛。这边拆掉好了，等下再往那边盖，我先把后面的先盖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有。 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先怎么做、啊？我看一下哦，金属，一个是要先弄金啊，因为我们现在熔不了金嘛，所以可能要先把它弄出来，还是先弄混凝土？混凝土不用电力，我看一下哦，这个强度600，这个东西720哎、欸，电炉先哦，好吧。 继续弄电炉，呵呵呵呵，我们真的是发疯哎、欸，<笑>真的不开玩笑，真的是发疯哎、欸，这个。 膨胀螺丝，哎<笑>、欸，可是这个如果往前盖，我也很怕哎、欸，很怕到时候如果对怪物从中间这样撞一下，然后我们这个爆炸，或是它飞到这边，然后从这边下面这样撞一下，我们就爆炸了，对啊。我们到时候找个地方，它那个日期比较多的，我们再去改造好了。哎、欸，可以哎、欸，哎、欸、是可以的、欸。 这个游戏这么 amazing 的吗？这么神秘的吗？哦，可以这样弄。看啊，日本海军有扶桑号战舰。
日本陆军为了跟海军打对台，就硬世界了膨胀螺丝，盖出桑拿号陆上战舰。<笑>越来越帅了，<笑>笑死，真的笑死，真的不开玩笑。 有啊，看着你累个累个啦，正常吗？食物还是不够哎，需要皮地哦，结构建筑大师，木材122，其实我觉得光这个木材就很够了，木材感觉不要再弄了。 现在目前是缺碳，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碳了。我们需要一个手那个桌子去专门去弄一些碳。那这样好像还需要一组去种那个树木，这样才有足够的碳可以用吧？玉米能煮吗？能啊，80个，烧点碳吧。来吧，我们烧个40组碳就行。 不多，好吧，3个木材，哇，这个好，我觉得很快就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煤炭全部都消耗掉了，木头全部消耗掉了，好可怕、啊，哇，啊，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对啦，所以确定那个它的那个晶片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古代遗迹啊，可以搜寻更多古代遗迹。哦，石炭，这开绿能公司吗？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盖得绿绿油油的？又在绿能，你们真的是没有啊！你要的话，我这边也可以变粉红公司啊。 等一下可以让它直接变成超级红啊！看你怎么经营啊，好不好？<笑>想看哦，我不要，我不想变粉红。变粉红的话，等下出事情。哎，果然被我挖到了，而且还挖到铁矿。啊，有了，精密变速箱。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有电力就可以开始去玩开心的东西了，好吧？这个电力搭配，电力金铁，然后微型飞轮跟精密变速箱嘛，可以同时发射多个弹药。这个弹药贵吗 ？HP 弹。 这两个弹都可以用吧？炼，还要弹炼，还要弹炼。科技是有了，但没有那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东西都有，但是还卡在那个科技还没到那里，有点可惜。不然的话，我们已经把关键道具都已经收到了，随时都可以去做那个方阵快炮。 堆铁，底下该不会还有吧？哦，机械遗骸，没弹链怎么发射？一发一发用手装进去啊！还要我教？你们老师没教你吗？一发一发自己动手填啊！ 精密变速箱，还是我们这边先把它吸收换成点数好了。我觉得先换升级点数比较重要。然后这边的话，来高炉有了 ，OK， 炉也有了。那这里的话，我们先盖一个电炉，盖这里吗？我看一下。 都离太远了，这里，然后上去这样子。
电怎么办？这边盖这边，无法在室内建造啊！这玩意要是盖在室外啊，发电机只能盖在室外，笑死！那盖这边好了。啊，电池要盖哪里？啊，电池要盖室内。啊，总算有电了。 OK， 好，很好，很好。那我们先，不对啊，这个电炉它要金呢、欸。 不会是拿这个烧吧？白痴哦，白痴哦，哦，吐了，原来可以用这个烧啦哦，吐了吐了，能量转换模组两个，能量转换模组是给炮建塔用的嘛，对不对？啊 ，nice nice nice nice。 Nice, nice. 等等发炉啊！没事没事。大壮跟子豪都甘拜下风，这舅妈教我的啦，舅妈教的。 笑死！电要5个，可铁要很多哎、欸，我们现在铁根本就没办法。这先关掉吧。有了有了，敢不敢给点？ 再给点铁敢不敢啊？我看一下，我们现在铁矿石18嘛，金矿石50。借点膨胀螺丝，别再借了，自己花钱买啦。膨胀螺丝又没多少钱，每天都跟人家借，这有什么毛病啊？对吧？没多少钱，这要借。 奇怪嘞，笑脸狼有好手好脚的，把它换成这个吧，强化炉炮。撒啦撒撒，借一下啦。电炉啊，我们如果换成电炉应该就好很多了。来吧，不要再用这个白痴。 白痴炉了，所以其实盖更不需要先用电炉啊，不是啦，还是要电炉啦啊，因为你如果没有研发这个科技，是不能够烧金的。难怪我刚才我的选单，我想说没有啊，啊，原来如此。那电炉它会自动运作、欸，它可以自动运作，懂了，完全明白了，各位。 完全明白，食物够不够吃啊？玉米31个，住小港的那一位啊，<笑>可以，现在就只要把这盖好，我们就完整了。 现在这个有3个2级的炮台啊，火力已经相当十足。怎么什么都没有？这张地图，把石头挖一挖好了啦。真的没有铁了吗？ 游戏几天移动一次啊？看你选的地方，如果你选的地方是很短时间就要移动的话，那可能就是4天5天就要移动，也有3天的啦。就是你这边你可以选择嘛，像这边是7天，这是9天，这是8天，你要自己选。每个地方它那个风暴来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下一步可以往，可以往这边走吧？这边的话可以拿蛮多的铁，3个铁，然后4个煤炭。
跟石头，不过树木有点少，所以我们要自己种树啦。现在就是一定要先把那个树的那个生产线弄起来，不然我们光这边烧煤炭没烧多久，我们就没有那个材料了。电炉要盖在这边吗？资源越丰富，风暴越慢的样子，好像是欸。你不觉得就是矿物东西越多的，它就是来的天数比较久一点点，蛮奇怪的。通常不是什么越匮乏，哎呦，我发现铁矿了，越匮乏的才越久嘛，然后越丰富的越短，让你没办法采完这样。他这游戏反其道而行。不能回头，不能回头，就是后面有风暴在追啊，你怎么可能回头？对吧？就有那个大海啸在追你，然后你还回头，发疯了吧？发疯了吧？好、哦，很多吗？希望这一整片都是。如果这一整片都是，那稳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铁矿石38。啊、怎么不烧了？啊，我的烧烧老哥，你怎么不烧啦，老哥？烧烧老哥，快快快快，烧起来烧起来！别闹啊！知道了，下次马上修正，不要这样，冷静。一二三四，不是吧？哦哦 ，OK。5、6、7，7 only 七吗？可能吧。哦，8、9、10，十还是很少啊。十吗？11、12，才12。才12哦，还够穷哎！9月正式版吗？对啊，可是现在已经贩售了，你可以先买来玩，算是 EA 阶段吧。我觉得还有些地方要改啦，就是游戏的内容还是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不然真的是蛮靠晒的、欸。你如果运气好，一开始捡到一些关键科技，你很快就可以升到后面去了。那如果运气不好，就直接下去。好、OK， 我们现在还差几个？差4个，4个金。把石灰石也挖一挖。对啊，我觉得还有蛮多改善空间的。像这个就蛮不合理的啊，这个可以这样盖、啊，可以这样盖，你觉得合理吗？我已经。延伸出一个大楼之外，还这边还延伸一个大房子，我想再往外延伸看看、欸、看它到底可以延伸多少？如果延伸超长，直接挂一长串在那边，一大串肉串，7，太少了啦，7，我矿都挖完了，要烧多久？真的要去弄电炉哎、欸，还是我们在指派一个人去做制作啊？对啊，我觉得这因为现在好像也不用再挖啦，其实现在已经没那么缺了。看一下，我用挖掘4个人，我觉得有点太多，再挖一个，再叫一个人去做制造吧，多一个人制造，这样刚好。每个工作台都有人在做，炸的比较快、啊，有了7，而且这样煮饭的才可以一直煮饭啊。我想煮饭哥就专心煮饭好了。生产玉米、爆米花。
好。哎呦，难得看起来我们这个所有的工厂都在运作。欸，不对，我还有东西没弄。欸，我们是不是还没弄混凝土啊？混凝土柱。隔壁外面有一间正在摇摆的房子，有头绪吗？没有，你问我就是没有。燃料不足。欸，没有煤炭了。老哥，没有煤炭啦。我是不是要多弄一个去拉多烧点煤啊？还是这边有？哦，这边还有点碳啊，再挖一点碳好了。好可怜哦，好可怜哦！我们现在要这样子，东挖一点，西挖一点，想办法去凑那个煤炭出来。离开这里吗？等我这个先盖好吧。至少先等这个盖好，电炉盖好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在中间我就把这个取消掉，这样就不用那么多煤炭了吧。甚至这个吃饭的也可以改成用电的啦，我们就只要用烧，我们就只要把碳拿去烧。目前第二轮到第40天，这个就好了。火力强大，资源丰富，秘诀就是违建。台湾到处都是可以参考的建筑 ，OPCLOL。我也觉得违建越多越强。没错，看来我们志同道合啊，是不是？心有灵犀犀，我们心有灵犀犀哦。30个铁，我看感觉应该是不行的。30个铁，可以去下一站了吗？还是这边还有东西？我都挖到最底了，东西就这样子而已吗？请问皮皮，邻居的阳台盖到我房间有什么头绪吗？他盖你房间，他床没弄到你房间就好了吧？做人不要那么计较嘛。哎，欸，铁矿堆，好像我发现了什么，是铁吗？菊花法律科，不行，我跟你讲，我要把电炉弄出来，我要把电炉弄出来。快快快！我们还有几天？不要挖了，不要挖了，不要挖了，去挖那边。代表他家就是你家，你家就是他家，晚上可以上他床。顾家哎，家家。六天。哇，底下这个地形是蛮烂的。大家都在这一层是不是？它是不是都固定层数？哎，欸，有了，哦，所以感觉很多哦。快了快了，9，怎么才9？欸，其实玩久了会累格。欸，你没有发现吗？就是现在越来越卡了，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卡卡的。欸，好多哦，对吗？开始变卡了，你玩到后面也会卡哦。那可能优化没弄哦。欸，不要这样嘛，真的是，哎呦，矿道用时方恨少啊！为什么我们不早点见面呢？我们早点见面不就好了吗？有了，水泥制造机。给拆掉了吧，把这分解了。
笑死，不给我挖。可以啦，应该还来得及啦。好了，我觉得差不多要撤了。啊，最后两个不用挖了，见好就收。OK， 各位要撤退了啊！下一个点我们去这边吧。七天八天，哪个比较好？下面那个吗？我看一下，下面的话是可以采石硝石，上面感觉比较好哎、欸。可是我想要拿那个鸟鸟跟这个羊羊精灵啊，因为机器人我们太多了。那我们去这边好了。对啊，我们去另外一个啦，因为我想要拿那个鸟鸟。OK， 我跟你讲，超级要塞，怎么输我就问，怎么输？我先存档，然后重开一下好了。不能存档，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存档？也不给存。千里。有不一样的怪吗？移动中不给存吗？好像是、欸。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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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打、啊、我的炮弹啊！呜！哦呦，哎、欸、呦，有看，我看到自爆怪了。这是色域巨炮2024吗？是。哦。哎、欸，有三管二级的炮，怎么输啊？太强了吧！对，我觉得可以再架高一批了，稳稳的，没啥问题。鸟鸟快满了。新增生产线，来烧150发，150发，然后江龙炮嘛，对不对？怎么150发江龙炮太多了？新增，80发江龙炮，然后50个木炭差不多吧。石头现在超多啊！石头现在石头有六十几个啊，等下再挖就行了。因为几乎每张地图都有石头啊。哦。哎，你们打准一点啦！你每次打歪，我心就痛了。石头也是要花东西造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超远程狙击怪，对不对？靠腰打太远了吧？我来。哎，太高了。AI 是根据我精准度。哎、欸，我的要塞打得很准吧？你说 FPS 就算了，这种游戏我算是蛮准的嘞。对啊，差一点。对啊，那个打不准的也不是我射的哦。我要先撇开那个关系啊，那不是我射的、啊。中。哇，无心插柳，中！中！
送。送。再靠我腰，啊，往下飞。送。啊，没了。OK。啊，鸟鸟差一点点啊，可以先造这个羊啦。哦，羊是搬运。遥想当年有人雷射架好，然后对面放个镜子，结果角度没瞧好自烧。有人在乎哦。哇，现在这个地形这么的畸胎哦，我靠。满满的矿物啊，混凝土，还有马铃薯，发了发了。这个硝石就是拿来做那个炮弹用的吧？所以什么时候一起玩要塞哦？啊，过段时间吧。OK， 我们这个快弄完了，就差那么一点。可是我们把我们大部分弹药都打光哎、欸，可是我消失很多了，反正等一下会消耗完嘛。好，我看一下啊、喔，这样行不行？有这样有顺一点吗？嗯，好像还是没有、欸，感觉要重开游戏才有办法。还是有点卡卡的。你要先上城堡时代后盖学院哦，然后300木跟150金可以研发此科技，叫弹道学对吧？我知道啊。可是呢，我更喜欢怎么样？我更喜欢上那个帝王时代，然后在学院里面升级，有个东西叫什么？叫做火药。哎，升级完之后就变得很厉害了。啊、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也建议你可以去升一下拇指环、或是安息人战术，这两个都是很厉害的。要吹来吹啊，是不是？来啊，一起来吹啊，看谁比较会吹。笑死！用电磁炮更好。能够用电是最好的啦。然后就我们还差一点铁矿，64个铁矿很够吧？挖不完啦。哦，水哦，石灰石两个。哇，全部都是铁。我觉得老大讲这些都还好啦，老大最喜欢一开头就把羊都抢了，然后后期来一个钱太多模式。哎呀，有骆驼啊，再骆驼啊。哎呀，你的市政中心看起来挺不错的嘛，刚好我这边有几台车要停，借停一下吧。不要不要，听话，让我看看。笑死。哦，所以其实你盖个高塔，它也是只能够塞到4层啊，也不能再往上，对不对？最高就是4层，所以仓库的话就是设置一个4层高的就够了。那高塔其实真的没什么必要。对啊，应该上面就是让你去插灯的吧？像这个5格高，应该是让你插灯，它应该也叠不到5格高吧？塔盖个2楼，哦，可以盖2楼哎、欸，哦，可是这个门进得去吗？这是进得去的，是不是？铁矿堆。
一半的建筑都盖仓库了，是没错啦。我觉得它有没有什么增加箱子容量的这种科技啊？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好了，我们把这个盖完，我们就休息了吧，好吧？电炉还差五个铁，很快。修理一下，混凝土可以控出铁来吗？换混凝土柱啊，应该可以吧？混凝土柱的它的这个柱子本身耐久度也比较高啊，除非合金柱啦，合金柱的强度900，可是要铁跟金，这太贵了，所以我们把这换掉应该就有铁了吧？对啊。而且还是绿色的，这是建筑奇迹耶！建筑奇迹发生啦，各位！最底下用合金哦，我现在已经有建筑奇迹，安藤忠雄盖那个灵骨塔都没比我这个厉害了，是不是？安藤忠雄不是现在跟那个谁啊，跟那个龙岩还是哪一家，然后不是也那个一起合作盖什么特殊灵骨塔？听说后来这个，听说后来不是盖就变那个吗？取消了吗？哎、欸，铁捡不到啊！他如果当初找我合作，我跟你讲，他这个盖出来的，不要讲你祖先啊，好吧？这个你祖先的祖先都很满意啊。哦，有了。哦，电炉，哦，一口气可以烧五个铁烧三个，这个是几比几？这个是两个铁烧一个，所以五个铁烧三个，对，两个铁烧一个，这样等于说烧三个，每烧一个，每烧三个就赚一个，对吧？因为一个是5:3嘛，一个是6:3，对吧？这样比值便宜一个吧。重点是不需要煤炭啊。可以分解了吧？你要去哎，人家祖先满意跟不满意都是会敲棺材板的，请问你是哪个？那还是不要好了，我怕，我也挺怕的。别乱敲。哦，有喽。有咯 ，OK， 好啦，那就先这样吧，各位。反正这个有点累格，我要可能要重开一下了。好，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然后明天玩 Once Human， 明天玩 Once Human 好了啦。到时候我们找个伺服器进去玩玩看。